昆特猫儿将在本周四6月2日进入决赛，让人看得紧张又刺激的昆特猫儿27日也透过各大音乐网站公开参赛者的原创决赛歌曲音源。据悉，昆特猫儿决赛 Final 竞演的评分方式是第一轮竞演10000分占 10%， 第二轮竞演10000分占 10%， 第三轮竞演20000分占 20%， Final 决赛竞演60000分占 60%。 赛前目前三轮的比赛累计分数排名为第一名笑琳，第二名宇宙少女，第三名 Brave Girls， 第四名 Vivis， 第五名本源少女，第六名 Kavler。 由于比赛规则前三轮领先的不一定就确保会在前面名次，所以这次的排名还是很难预测的。在韩国论坛上，有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表示了昆德马尔最常提到的三组候补一位。首先是 Vivis， 他表示 Vivis 有强大的韩国粉丝，音源在 Spotify 上整体排名第二，预计在累计点击率中排名第一，虽然得分中的点赞数是一个变量，但预计 YouTube 排名会是第一。再就是宇宙少女，前三轮累计得分第二名和排名第一的笑琳相差不大，并且预计韩国的粉丝会很强大，然而负面变量是 YouTube 累计相当低和 Spotify 得分较低。最后是本源少女，在拥有 20% 的 Spotify 中差距较大的第一位记录，因为第一天也表现出了不错的成绩，所以进入第四天预计会获得高分。如果在 30% 的简讯投票比重中，就可以掩盖令人遗憾的国内人气。虽然事前分数有些遗憾，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加起来的话可能会好点。对此大家对于第一名的预测是怎样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